啱啱咧，我啲同事喺我起身嘅時候咧，已經買咗早餐啦。佢哋就幫我買咗呢個麻辣涼麵啦。咁係咪就係得得台灣先有麻辣涼麵㗎？唔係啊，平時我朝早食早餐咧，通常都係食麵咯，所以好啱我呢個早餐。早晨，咁我而家咧就準備化妝啦。我啲同事就要逼我素顏化妝俾大家睇。咁啊，我自己好似係第一次咁樣做嘅。大家見到我靚靚地咧，因為我啱啱洗面之後咧，我就會通常搽咗啲保濕，之後就去食早餐，等佢索緊啲，咁我就可以容易啲更加上妝啦。咁我覺得呢個好好用嘅，遮瑕力都比較高嘅，唔會搽好多。輕輕薄薄地一陣，非常之重要嘅就係遮咗個下眼圈佢。佢可以遮到各種嘢嘅，呢三隻色已經夠。有時咧，如果遮得太勁或者啲色唔啱嘅話咧，影相出嚟咧，譬如黑眼圈嗰忽咧會白咗咯。所以呢啲位置要小心啲，輕輕咁定下妝啦。因為夏天，其實我都係用翻呢一個透明嘅粉，我通常薄薄一陣就搞掂。咁我最近咧用緊呢個，佢有21隻顏色啦。咁我今日可以化個橙橙地嘅，主要係用呢幾隻色。我大部分化妝嘅技巧都係嚟自不同嘅化妝師。咁慘嘅，嚇死人！知道我會唔會 fail 咗啊？化呢個妝，第一次喺鏡頭面前化妝就 fail 咗。我聽到你哋係咁笑喎，冇嘢嘅，係你哋逼我噶。今天你玩咩？点解我会应承肯接呢？一定系逼佢浸温泉噶，因为佢哋都企图逼我浸温泉啦，但我拒绝咗。之后佢哋要我素颜化妆啦，好恐怖啊！我而家系成只眼氹氹夸画咗一转橙色咯，唉，大镬啦，真系今次真系，唉，系啊 ，#系非教学啊！我觉得眼睫毛咧系化妆最重要嘅。烂咗？点解会系今日烂嘅？通常一拍嘢就会有呢啲咁嘅嘢啦。啊！死人啦！眼线通常就会一支系liquid 或者一支系胶，我就画得尽量幼嘅，因为就等个双眼皮突出啲。咁我通常就会眼睫毛长啲，去代替嗰条眼线粗啲咯。同埋我会通常会拉长啲个眼尾嗰个位置，咁咧只眼就望落去阔啲。我通常會戴兩三款自己用開嘅眼睫毛嘅，剪開一束束去黐，一粒粒嘅眼睫毛係可以 keep 到好多好多個鐘咯拍嘢。一排去黐眼睫毛嘅話咧，佢我自己眼頭因為有啲彎，可能幾粒鐘之後眼頭嗰條框就會彈出嚟，好麻煩嘅一粒粒眼睫毛，一講嘢佢就會吹走咗。我有一次。在廁所剪好曬一執執之後，突然間唔知道有一陣風，之後唔見曬。同埋我有一次咧，我喺船上面，即係由香港搭船過去澳門，咁我就喺個船利用過一個鐘化妝，之後我就剪好曬一執執啦，之後突然間唔見咗，轉個頭之後唔見咗啲眼睫毛，所以係黐眼睫毛係要喺室內黐比較好。咁通常我翻到屋企咧，我就會搣咗一啲一執執，咁我就撇喺個洗手盆度。之後有一次我細妹就尖叫勁驚，之後佢以為係啲曱甴腳咯，因為離遠睇真係好似曱甴腳。我而家係黐喺眼睫毛嗰邊邊位啦。咁其實呢一招係喺韓國化妝師嗰度學嘅。而家啲 artist 化妝都好叻咯，好似個個都好識得化妝咁喎。曾樂彤咯，因為佢本身係教化妝出身噶。我覺得雙眼化妝都好靚。好啦，我而家兩邊眼睫毛都黐完啦，係咪即刻隻眼大咗好多咧？畫咗眉先，咁入邊有三隻色啦。咁如果我頭髮比較淺色嘅時候，我就會用呢兩格。然後咧，我通常會用一支，我唔知係0.001啊，淨係畫個眉尾啊。見人啊，做嘢嗰啲我諗起碼兩個鐘，因為要整埋頭，自己幫自己化啦，我條眉就會盡量拉長啲，咁就令到自己個面型更加點講咧圓啲。咁因為咧有染髮咧，咁我就會落眉 gel 嘅。我橙色頭髮嗰陣時咧，嗰啲韓國
化妝老師咧，佢哋係會直接用橙色去化落條眉度咯，咁就襯翻成個痛，眼睫毛液已經乾咗啦，啲窿窿罅罅度咧就會填翻。咁我自己眼睫毛還好，唔係話太少嘅話，我都唔會黐自己眼睫毛嘅。眉兒，咁我就會塵染字啦。咁我今日揀咗個淡色啲嘅。平時上台嘅話，我就會 highlight 條打，但係今日咧，因為普通出街咁，我就唔打呢啲 highlight 啦，就咁樣簡單單。真係最後啦，就搽嘴啦。咁呢四隻色咧，係我嘅公公茶 B B 送俾我嘅。出 trip 咧，帶住呢四隻色已經夠用。好啦，化完啦。因為而家得翻十分鐘嘅時間啦，通常剩翻好少時間嗰陣時候就會出動呢個 cam， 因為呢個 cam 係可以喺十五分鐘內就夾完成把頭髮。呢個 cam 好好用噶，係用嚟夾羊毛攣嘅。嗱，佢夾出嚟嗰個紋就係咁樣波浪。呢個咩名頭啊？點解要咁樣剪？唔係啊，我慣咗企喺度夾頭髮啦，因為。我而家好緊張啊個狀態，而家遲啦！我而家已經夾好咗個頭啦，係超級快速嘅，咁就成個頭夾攣曬啦。然後咧，最後我通常出 trip 都要帶一盒夾仔。好，搞掂！好啦，大家睇住我起身。素顏化妝，再整埋頭，而家真係可以出得門啦！唉，女人，Hello， 我是 Angela， 中意呢條片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撳埋鐘仔，下次出片準時再見，拜拜。